死梅大大哥，你能不能放过我呀？别像监视犯人一样那么监视着我，行吗？姐夫，你咋了？你不出声啊！你别闹！你别闹！你妈！我不知道，闹坏事儿是吧？咋的？眼睛在哪？ 告诉我们哪个跟他们你损手就起来，站！我要远离什么人？我要出去放松，放纵，放浪形骸，出去嗨！别问我是无心的。哎，不是，你听我给你解释，其实我是想那个什么，我也想放松、放纵、放浪形骸的出去嗨。 我看到两根绳子贴在马路安全上一晃。他说谁呢？你，明明他说俩呀，你一个顶俩。你现在放浪形骸？中国词语博大精深，这叫类比。我现在不够放浪了吗？我现在不够形骸吗？哎，你能不能快点儿？ 看你走那两步路就跟赵四似的，我告诉你啊，这事儿没完。我一专业的人民教师，手底下管着600多号人呢，我就不信了，我还管不了你。你呀，从小就是太放纵自己了，没有人管束，素质永远都挺高。我怎么感觉你在耍我 ？OK， 我耍你，大清早我耍别人好不好？我干嘛耍你啊？你有什么可值得我耍的？哼。 还打电话找人啊！我告诉你，这是我的主场。喂，姥姥，我表哥他，姥姥，我今天准备在公园举办一次中老年相亲大会。一，我是为了摸一下市场；二，我是……喂，喂，你耍我，根本就没有通。我耍你？哼，我耍别人好不好？你有什么值得我耍的？学的还挺快的啊！哎。 说要举办一次中老年相亲大会，对啊，我那是片，我是片面的讨论问题。到我你还不知道真相？我在城楼关山哪去？关山哪去？今天我就好好跟你把这规矩说说。跟我比，手底下管600多号人呢。 你就给我看这些啊！哼，这你就不懂了吧？我告诉你，你要有一双善于发现美的眼睛。瞧瞧，我们大中国地区遍地繁荣富强，哟，看看，多么和谐温馨的一幕！还有更精彩的。来来来，喝我的，来喝我的，喝我的，来喝我的，来喝。其实我没那么渴。怎么不渴呢？刚才那么费嗓子。来来来。 尝尝这个我在家做的冰糖雪梨。哦呦，冰糖雪梨好意思拿出手啊！来来，尝尝我这个虫草当归补气的。来，哎呀呀，有钞票了不起啊！这叫精彩啊！这多精彩啊！你不是想传承咱们媒人事业吗？我今天就让你开开眼界，让你知道什么叫做化戾气为祥和。 我怎么这么佩服自己？我太有才了！这不是跟《还珠格格》学的？第二下。哎呀，别吵了！你们好，你们都吵了半辈子了，太危险了！这有什么危险呢？这对于你来说是危险，对于我来说是机遇。瞧好吧你！哎，我就要坐在这儿。阿姨叔叔，我们不吵架了，好不好？要不，你们就先聊着。 我就先回去了啊！哎，你不能走，你不能走！哎，阿姨，他不走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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各位阿姨，我今天来呢是有一件事儿的。各位哥哥姐姐，想必你们还对我不是很熟悉吧？那我自我介绍一下啊，我是美酒坊的 CEO 金麒麟。没酒火啊？喝酒的？哎呀，我们都住睡宿了，不喝酒啦。哎，不是那，我已经戒酒了。那个叔叔阿姨，你们都误会了啊，这梅酒坊啊，它不是做酒的。来，上名片。各位哥哥姐姐啊，我们梅酒坊啊，隶属传媒世家，家学渊源，其实呢就是专门介绍人谈对象的。我们梅酒坊啊。 能帮助到各位姐姐找到你们的真爱。我不要找别的，我心里啊已经有人。我都这个岁数了，也不想再找不熟悉的人了，知根知底就好。我就相信啊，感情是出好恩。我算是看出来了，你们都看上这位帅哥了，是不是？这义女啊，她不能嫁多夫，这反过来道理也是一样的。 哎呀，亲爱的，你能不能小声点？我今天本来打算是小声点，我小声点，你能听我说话吗？好啊！要不是你今天忘记带药了，我怎么知道你这么有市场啊？治安都找到家门口了，好好的家里不待，来什么破公园？我问你，你昨天去哪儿了？干什么去了？几点回的家？昨天不是跟你解释清楚了吗？解释什么了？出去散心，散什么心？ 你跑去居民楼里，你能散什么心啊？一看你就不是个好东西啊！什么美酒坊，就是个拉皮条的。你别像管教学生一样管教我，好不好？管教学生？我告诉你，你还不如我的学生呢。你这么说我就不高兴了。我是正当职业，明白？正当个屁啊！你说，你去哪儿了？我觉得你应该给我一点自由。 自由？哎，大妈，咱们把话好好说行吗？咱们别动手啊！谁是你大妈？我是你祖宗！我觉得我们还是冷静一下吧。你是要跟我分手是吧？没有，我就是觉得我们需要冷静一下。少跟我来这一套！这要是在以前呢，早把你们抓起来了，定了流氓罪。好，你别后悔。你现在就给我滚蛋，滚，走，回家去。 以前呢，哎，你老说，哎呀，给我自由，凶了吧？哪能敢凶我啦？怎么走了？哎，一帮钱奴啊！哎呀，你40多年了，你还跟他们挺长情的啊？走，哎，各位姐姐，打电话，加微信。我就说了，这媒婆的事干不了，白瞎或白忙。是你的计划定制的有问题。我有什么问题啊？ 哎，谁知道他们这些人都是婚前好友啊？婚前好友？我问你，男人要自由是不是因为婚前好友？大姐，你是在跟我说话吗？我问你，男人要自由是不是因为婚前好友？你好好说，你激动什么呀？哎，你干什么？放开他！放开我！他们！救命！救命！走啊！ 没结亲，打击前任，为您的婚姻生活扫除一切障碍。您的婚姻视传，我的工作是桨，对您的小船保驾护航。嘿，干嘛呢？大早上穿这么少干嘛？你个臭流氓！这是给你看的吗？臭流氓！哎呀，臭流氓！你倒是想让这精灵看，他得想看才行。你再说！你！这大白天你俩干嘛呢？这大白天你俩老板，你听我说。啊，我不听。你穿成这样干嘛呀？郎朗乾坤，你俩这完全就是刀的沦丧啊！哎呀，讨厌！我去，那个是林贝贝吗？这女性特征完全展示啊！我林贝贝可真是直哎，可男可女，可保镖，可推倒。姐夫，你的嘴别那么损好吧？哎呦，你把损的事儿都干了，我嘴损点都不行。哎你，啊，给我倒杯水。 快去，给我一倒杯水。都放荡一上午了，就不怕受不了吗？我们找了一群大妈。你们俩可真够重口味啊！行啊，你们。还有一个老大爷。哦，你这才叫道德沦丧啊！老大爷都不放过。 还有一个女方子，你们俩不用去拜拜吗？能不能不见了？我问你呢，楼上那个今天正常吗？不正常。哼，那就对了。像这种脑子瓦塌了的人，他要是正常，那就是不正常。嗯，不是，你听我说啊，他今天是超凡脱俗的不正常啊。今天早上，亲爱的。 喜欢什么花随便挑。欢迎光临。呀，这花店可真有意思。小姐，咱们是不是在哪儿见过？是，我是苏大人。 龅牙苏，哎，是不是你？是不是你？啊，是我。太巧了！哎，你怎么在这儿啊？我听说你头几年你已经出国去了，还有你那俩牙呢？我出国之后就带了牙套矫正过来。哦，不管怎么说，还是太巧了，是不是？你还记不记得？ 上学那会儿，你还给我写过情书呢，你还送给我一只那个特别丑那娃娃，而且那娃娃特别的像你。哎，讨厌！你怎么能那么说人家呢？姐姐，你可千万别介意啊，我们家和人呀，对不喜欢的女孩子啊，说话就是这样直接的。哎呀，没事儿，人龅牙苏不在乎，是不是？ 哎，难得今天那么开心，要不姐姐就送我一束花吧。好，随便挑吧。就是，随便挑，就当自个儿家一样。好嘞，挑。谢谢啊。真是不好意思啊，那就谢谢姐姐啦。老同学，你谢什么谢？好吧，那我们就先走啦，改天有时间联络喽。拜拜。等等，不是说好花是白送的吗？我有个问题想问。我。 当年那个娃娃，你还留着？嗨，扔了。怎么？你想要回去？没有。那你们慢走吧。先走了，拜拜。哎，韩梅姐，到明天这个时候，都不要跟我讲话。 林贝贝，你干嘛呢？吓唬谁呢？哭什么呀？哎，行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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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知道你是个女的了，别哭了，你哭什么劲啊？苏姐姐太可怜了，初恋呢，就这么交给那个人渣了。唉，也是一个情路坎坷的女子啊。老板，我们以后对苏姐姐好点吧。 我会对他特别的好，我现在就去对他好，你们谁都别拦着我。哎，你可别去招惹他了，他现在心里够难受了。你没听说过趁人病要人命，让他平时对我嚣张。你干嘛呀？你还不够你忙叨？你怎么了？碰到疯狗了？今天早上的女魔头，一级戒备，撤，走了。 这是美酒坊吗？小姐，对不起，这不是美酒坊。你这是在挑战我的智商吧？怎么着，想砸场子啊？ 来呀、啊，互相伤害呀、啊！小姐你好，需要什么服务？杨解放还在前人的面子上，钱没有命重要。 想想你的梦想，呸！想是个屁。为了荣誉，我拼了！还是你牛！ 你是金麒麟，我是金麒麟，不是无言，哎，不是那个姑娘，哎，美女，你找我有何事啊？不是，咱们别动手，那个韩冰冰，大师，求求你救救我！